经查砂石车司机从后方超车与前方机车骑士未保持适当之间隔，针对此疑似违规超车之行为，可依《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处罚条例》第47条第一项第三款，处驾驶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之罚锾。那针对相关的违规行为，本分局将调阅行车记录器及路口监视器画面，致单举发。另外呼吁民众驾驶车辆行驶在道路上，遇到大型车辆应随时保持安全距离，以免发生视觉死角，造成自身生命及财产之危险。另呼吁砂石车司机在道路上行驶应遵守相关交通安全规则，切勿违规并减速慢行，共同营造友善安全之用路环境。